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说大乘不共法的当机者必定是菩萨哈、如果不是菩萨根基的话，那么不见得能够接受得了大乘不共法啊。所以真的是称呼各位是菩萨啊。那我们也可以从凡夫菩萨开始做起嘛啊。其实有三个阶段，一个是什么凡夫菩萨的过程啊，之后呢超凡入圣，那么就成为什么圣贤菩萨。啊、那圣贤菩萨呢要经过初地一直到什么七地的圆满啊，然后透过无生法忍之后八地以上，那么就是什么菩萨摩诃萨啊，那么最后才终究圆满而成佛啊，圆满而成佛，都要经过三大二生期间，那是非常长久遥远的路途啊。所谓的八生期就是无限无量，然后再加一个劫，是不是阿僧祇劫啊？不只是一大阿僧祇劫，还是三大，对不对？是因为要过两个关卡啊。我们说，一排一条马路当中种两棵树，它是不是就分了三段了？是不是啊？当然会有个边界啊。这个起点，我们说是发菩提心而踏上成佛之道。对不对啊？这个终点是成佛，但是成佛之后呢，没有终点的啊，它还是一个箭头，是不是无限无量？成佛之后还是无限无量的啊，所以我们呢，本来就是透过无限无量啊的这个无始的什么复世劫来到了什么现在，但是我们所有的有情众生都必须来面对我们无尽的未来啊，能不能面对无尽的未来，那么就要透过什么佛陀告诉我们的智慧真理法则才有机会的啊。所以我们说佛教非常不共于其他宗教的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智慧，道尽了整个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，认识我们的什么生命现象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所要讲的啊，是在303页啊，也就是提到有两个原因使我们怎样呢，不想要进精进的修行啊，尤其属于大乘的精进度，我们说它是怎样，是无限无量的啊，是没有厌足的，是要持之以恒的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啊。那么为什么会不想呢？那么这里就会讲到说，一个是怎么样，拖延懈怠，而且呢染着嗜乐嘛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如何的来对治？那么这里就会讲到说，啊，我们要常常的想到，啊，当我们听经闻法之后，我们是不是会很容易来理解所谓的人命在什么呼吸之间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在关键，是不是在呼吸啊？一气不来，一命呜呼哀哉，这辈子就结束了，啊，就结束了。所以呢，拖延不得啊，啊，无常是不等待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无常无法等待啊。好几年前，我们常常在打佛七禅七的时候，啊，也有一些居士都说，啊，我这次没有空，我下次再去。啊，这个我孩子孙子还小，等他长大一点我再去，往往好几个都没有等到走了，就这样走了，看到好几个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说要把握当下，就是啊，能够听经闻法，能够去这个参加个法会啊，能够参加个禅机，或者能够参加个佛机，这个都要有相当的福报因缘啊，啊，要把握当下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，就在呼吸之间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很知道我们生命的无常，是不容许等待的，是不能拖延啊，是不是？而且这里讲到第二个，死亡是不分老年或少年啊，又不分老少啊，棺材里所装的不是只装老的。道的道装不误，是不是？啊、所以呢，这个人
人命的无常啊。第一点呢，第三，人生的难得，要拥有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可贵啊。那么经典也讲到啊，要获得人生的难得，如同在大海当中一只盲龟啊，去碰到了一块浮木，浮木里头还有一个破洞，这个盲龟正好从这个破洞钻出来，你看这个几率是不是非常的低啊？几率太低太低了啊！六道轮回，每一道都是无限无量的生命啊，对吧？啊，就算六道，我们是其中一道而已啊，六分之一，还不止如此，对不对？你光是人，都还有它的贫富贵贱的差异性啊，啊，福报不一样，乃至于修智慧的程度，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？有佛法的地方才有机会修智慧啊，没有佛法的地方呢？还是纵然是个人也不见得能够修智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何其有幸啊，能够身为人啊，而且是在一个佛法非常兴盛的时间时代里头啊，是在一个佛法很兴盛的什么空间里面啊，啊，所以应该要把握当下，这辈子的生命是不是非常有限的啊？所以不要再拖延啊，也不要再沾染在世乐上啊。世乐毕竟呢，它不是究竟的啊。快乐一时之后啊，可能这个心性啊，这个心性还是空虚的啊，还是没有智慧的话，其实我们还是难以满足的啊，还是没有那种落实的感觉啊。所以不要拖延，不要沾染世乐啊。那么就要能够有这样的观念哈，对生命的那个无常之观，无常观，对吧？啊，对生命的无常观啊，把握我们当下难得的人生的这种机会啊，所以要多念无常啊，才能够紧刻修行。好啊，那尤其像世乐方面，这里哈，所谓的世乐也是不究竟。啊，乃至于有时候会引来无边的痛苦，啊，那苦痛在后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呢，往往在佛法也说，啊，我们沾染世乐很像什么？我们的舌头去舔那个刀上的蜜一样，啊，很可能都还割了舌头啊，啊，虽然那个蜜很甜，但是难免会去割到舌头，啊，就是沾染在世乐里头，那么就会比较没有机会修行。对不对啊？对我们的法身慧命呢，反而是一种伤害。虽然在色身肉体好像有一时的快乐，但是呢，那个是不够究竟啊，不够长久的啊。对这个部分哈、啊，要多念无常，不要沾染失乐啊，这个对治的方式啊。那么第二，为什么会不敢进修啊？那么就是因为自己人啊，很轻视自己啊，妄自菲薄嘛。啊，甚至觉得说啊，我们常讲说现在是末法时代，啊，好像是不容易听到正法。但是其实我们说，在末法当中，是不是一样还是有正法的存在啊？啊，还是有正法的存在啊。还有呢，也会觉得自己好像业障深重，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业障都很深重，但是我们是不是都还是很有福报啊？乃至于我们都还很有什么善根智慧啊？啊。所以呢，一般会不敢进修，是因为觉得自己就往坏的想啊，并且呢，会觉得说啊，这么深、这么广、这么至高无上的佛道呢，啊，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去达成啊，所以呢，会心生什么怯弱，不敢去承担下来，那当然就谈不上心性啊。所以呢，让属于心性怯弱的众生比较容易去怎样破取小圣。走比较回入迂回的路线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们如何的来对治，我们为什么会不敢修啊，如何的来对治啊。所以在课堂表里面的第30页分别的来讲啊，第一个呢要三退练心啊，啊，会有三个方面呢会使我们退却我们的信心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怎样能够锻炼我们的内心。我们说学佛哈，是
强这个的功能啊，可以强化我们的心，而且还要怎样净化我们的心啊。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哈，其实这个都是教我们要怎样如何的强化。如果强化的时候要练心勿退去啊，退却勿退趋啊哈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看这段的这个记诵哈，他说：“芒果亦难及，久处于生死，思量广无边，练心勿退趋。”啊，好，那么属于心性怯弱的众生，我想十之八九吧，一个非常心性勇猛的比例就是不高啊，所以我们都会都属于什么心性怯弱的众生。但是我们说，其实透过听经闻法，透过很多观念的一个这个矫正，其实啊，这个越理解真理的话，其实也会越能够培养我们的什么信心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属于我们这样心性怯弱的众生呢，就往往会不敢去信说属于啊深广圆满的大圣佛教佛道啊，啊不敢，那、啊、怎么办呢？啊，好，我们可以看从三个方面来说哈、啊。第一个呢，啊，因为所谓的佛果它是至高圆满的嘛，啊，是永尽一切过失，是圆满一切功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会至高圆满？就是因为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是不是不断的在修正我们的过失啊？啊，不是只有佛陀能成佛，是。是所有的众生，凡夫众生是不是都能够成佛啊？啊，只要我们能够透过三大阿僧祇劫点点滴滴来这个永断哈、啊，永尽我们所有一切过失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圆满这种一切功德的这种佛果啊？好、啊，那么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这种心性很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，就会觉得说，因为我们会轻视自己，会觉得自己能力很有限啊，我怎么可能达到那么圆满的一个佛果呢？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退却下来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应该要有对峙的观念啊，思想上要先要有一些这种这个矫正啊。我们该怎么想呢？啊，说十方无量无数的菩萨都能够修行圆满而成佛，为什么我不能啊？对吧？啊，这个比地丈夫我一耳啊，啊，不因于此而退屈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人家行我不行？啊，所有的菩萨是不是也都是透过凡夫菩萨这样一路行持过来的？啊，只要我们走上正道，啊，能够这个踏上成佛之道，菩萨能够成佛，我们一样是可以透过行持大道而成佛。啊，甚至呢，还有曾经堕到恶道里头，也有可能成佛啦。啊，甚至呢，就算现在在恶道当中的众生，是不是将来还是有可能成佛啊？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是在什么，是不是在善道当中的，而且是人道当中的。啊，所以自己现在是在是身在难得的这种人间当中，而且我们还知道什么正理呢？啊，能够善行善行，为什么反而害怕？啊，反而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佛。我们的因缘条件是比其他道的众生要好得多啊。纵然在人道，我们都还比一般人道的还要条件还更好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佛呢？就不要妄自菲薄。我们的因缘福报算非常好的，啊，算相当好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那么是不是逐渐能够增长自己的信心？啊，好好的一点一滴的去行持，一个就是真的透过听经闻法，多闻熏习，身体力行啊，就是不二法门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也就是从这样子的方式来下手，啊，好，那么这第一个难就难在于佛果的圆满。啊，我们的退却啊，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思考啊，我们的条件因缘条件并不差啊，并不差啊，是很有机会
这个踏上成佛之道，乃至日圆满成佛，啊，并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么第二呢，听说菩萨要修难行、苦行，啊，乃至于还要施舍手足头目等，啊，那觉得实在太苦太难，自己做不到，所以呢就会退却。那这也不对，啊，那要怎么样去想呢？啊，那么就要从什么？无量世以来，其实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，堕在恶道里头，是不是受的苦更多啊？比菩萨道受的苦还更多哎！菩萨道所受的苦是有价值的苦，是悲智双运的。其实那是我们凡夫众生觉得菩萨苦，菩萨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苦啊？其实不会，乐在其中。但是三恶道的众生是不是更苦啊？那种苦是没有价值的苦，因为不是从那个苦当中磨练出智慧，那一丝的智慧都没有，那只是在偿还它的果报而已。对吧？那我们如果糊里糊涂堕到三恶道里面，所受的苦那比在菩萨道上所受的苦那更是苦啊，而且呢更是难以处理的啊。所以呢，不要说啊，这个为了行菩萨道反而怕苦了。其实只要能够悲智双运啊，别人看起来好像是苦，其实菩萨的自己本身不以为苦，反而乐在其中，因为充满了生命力，难行苦行啊，这个难行啊，这个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对吧？啊，那是一种智慧的提升与超越啊，因为透过智慧其实是可以化解这些苦啊，所以菩萨的苦，菩萨道的苦绝对啊不会比三恶道的苦来的苦啊，所以我们反而应该这个好好的发愿啊，行菩萨道啊。还有第二个呢啊，就好比啊，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说比方说啊，这个长久的这种病苦啊，那么如果能够透过手术能够彻底治疗的话，那当然手术的治疗是不是也很苦啊，但它的苦比较短啊，它所得到后面的这种舒适呢比较长。那么为了手术的这种苦，难道我们不能忍受吗？对吧？在治疗的过程来讲的话啊，所以呢，更何况这里就讲到菩萨的难行啊，跟外道的苦行呢是不一样的啊，因为呢，菩萨道他所修行的，他的这种难行能行啊，这个难忍能忍呢，其实有他的方便善巧，这方便善巧是不是透过智慧来的啊？而且是可以有次第来学习的啊，有方法的，有佛陀的指导嘛。啊，而且呢，透过忍力的成就呢，悲心的增盛，啊，甚至呢，自己都非常的愿意舍施出来我们的什么内财外财，尤其是内财。所以说，我们所谓的菩萨，从捐血到捐髓到捐器官到什么大体的捐赠，是不是？这些的捐赠，布施的。从来没有人说是压着我们勉强的，当然是怎样，是自我发心的，是不是？是自己愿意的。那为什么会愿意？是不是也是透过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啊，放下自我的执着，不要那么活在自己的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态当中啊，愿意为更多的众生来谋福利啊，来至于说我们自己这身肉体终究会坏死嘛，啊，能够废物利用也很不错，对吧？也非常的环保啊，啊，又能够去利益更多的众生。那么这些其实我们说是透过理解之后，其实不止理解，但是因为透过理解才有机会慢慢的愿意发愿。但愿意其实是有距离的哈，这种距离很自然也很正常，我们自己也不要急。哦，我已经理解了，为什么我还发不了愿？这个还是有距离，没有关系。啊，因为我们理解之后，慢慢的，
如果融到我们的生活里头，乃至融碰到生命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想，会任意，这个是需要因缘的成熟。圣行菩萨道也从来不会说是非常急切的逼着各位，这个自己发不了心，还硬要各位来发心，那是不不会是这样的。佛陀不是都非常善巧的在诱导我们呢？所以我们的发心发愿是不是都是透过我们内心自己主动的自愿的？没有一丝的勉强的。那这种呢，其实我们透过这种布施的当中，我们透过舍当中，其实我们会有另一层的法喜呢。那个真的不是世间的喜乐可比拟的。甚至以前不是讲过，它可以胜过第三禅的喜乐啊。是超越了世间的喜乐。当我们布施出来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布施到内财的部分，所以大圣经典里面充满了说头目、手足、脑髓，是不是都可以布施出来了？确实没错。甚至说还要发愿生生世世，如恒河沙劫般，每一生每一世都愿意如是的来布施呢？所以这个也都是怎样世世累积过来，自然而每个人的基础是不一样的。透过世世的累积之后，我们的那福德智慧质量是不同的，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呢。但是呢，越发心，那么你就愿意，会越来越愿意发心，这是一个善尽的循环。我们如果越自私的话呢，我们的心量是不是越来越狭小啊？也会越尽循环，那么是一种退道的现象，反其道而行。其实内心还是很多的烦恼跟痛苦不为人知啊，就是你自己也是陷在那种无名的深渊当中呢。这不如发心布施，对不对？能够很精进的、长久的、生生世世愿意把自己的身体、所有的身份都能够怎样显示出来嘛？是因为感受到那份法喜的关系。所以说，因虚舍身份，这个身份就是还比较属于内财的这个部分。手足头目脑髓样样愿意。但是我们一直讲说，这个真的都不勉强，我们自己理解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行持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自然发愿到什么程度。那这个是自己能够理解的。自己会主动的。当然因人成熟的时候，你才当下你真的去舍下这些的时候，其实你还会有另一层的法喜的。所以这里也讲到，所谓的菩萨道也不是专以受苦为修道。佛陀成佛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应该要不苦不乐的什么中道行。所谓的成佛行、菩萨道不是专以苦行，并非专以苦行哦。这个也是不同于其他外道的很大的不同，比如说有几个印度它本身是宗教细胞特别发达的民族，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修道方式，那么会有一种苦恨的什么倾向。佛陀赞成不赞成啊？并不赞成。因为能不能了脱生死，能不能透视整个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，关键在于哪里啊？智慧啊。对啊，那所谓的智慧是不是波若啊？是不偏两边的中道之行，也不是说行菩萨道一定要苦。所以说这个，我们先说到石窟去看看，敦煌石窟啊，或者其他的石窟，很多的壁画里面所画的菩萨，就是很多的璎珞啊，很富足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其他人所画的就是内心的富足，不是说菩萨就一定苦哈哈的这个。都是那种穷酸相，不是啊，对吧？反而玲珑绸缎这个璎珞挂满了身，是内心的富足呢，对吧？只不过说菩萨他所能够忍受的，
包容的程度超乎了一般凡夫众生，这才叫做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啊。是因为菩萨的心量非常的广大啊，菩萨呢啊，他能够超越了一般凡夫众生啊。所以菩萨并不是以苦行为主的，不是，而且我们说菩萨他是什么，根智双运的啊。菩萨他自己就在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乐在其中的啊。为什么会有那个正的安乐，是因为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不为，不是为了解脱自己的苦，而是怎样愿意为众生的悲苦而努力啊。那种是没有得失心的那种法喜啊。所以第二个，这种难行也应该不要去阻碍我们的什么不敢啊，不敢进行所谓大圣的精进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难，不是真的那么样子的痛苦，那么困难的，不是啊，是悲智双运的，是乐在其中的啊。好，那么第三呢，听说菩萨修行要长久的处在生死海中度脱众生，时间这么样子的长，来怎样来累积智慧之粮啊，来累积福报之粮，又那么样子的广大无边，会觉得自己是修持不了的啊。那么这里就讲到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更不应该的啊。因为不管我们有没有行菩萨道，我们是不是都在轮回生死啊？其实我们都在轮回生死，尤其我们不理解生死，我们也一样在轮回生死，而且是叫做流浪生死，流浪悲痛的浮屠的啊。有是一件人，不是一件畜生啊，那都不是自己比较主动的能够安排啊，都是被我们自己的什么业力所驱使，那是很可怜的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佛之后，虽然我们还是具有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业力问题，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比较有主导权啊？透过愿力，与业力呢，可有抗衡的力量。好，业力的力量是非常的大，但是唯有愿力能够怎样，能够稍微有一点对等，很难到对等啊哈。那也要看自己的愿力有多大。哎，但是起码还有一点这种自主的能力啊。那所谓的自主的能力，那就是透过发愿嘛啊，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那是不是在人道上是最有机会行菩萨道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里就讲到说菩萨呢，他反而因为能够通达生死如幻，所以才能够在啊，才能够常在生死当中来度脱众生啊，并且呢啊，常在生死当中啊，并不是在一直在生死当中堕落受苦，不是，是菩萨自己所愿意的啊。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菩萨啊，虽然一样在轮回生死，但是我们说其实他就不是叫做流浪生死，而是怎样利用生死。菩萨是不利用生死才有机会度脱众生啊，转被动为主动，愿意啊长久来就运用了生死啊，啊运用生死来度脱众生，并不是在生死当中发愿生生世世都愿意在生死之流，那么叫做堕落，叫做受苦，不是，而是菩萨愿意为众生来受苦，对不对啊？那其实也在在都是在修因缘福报智慧资粮，反而累积啊啊，会比一般凡夫众生的因缘福报智慧那当然要高得多了 啊。而且呢，这里也讲到啊，人间的资粮那么也是无边的功德啊，难道我们还嫌多吗？我们赚钱从来不会嫌赚钱赚得多，对不对啊？功德更是不嫌多
看起来还只是这辈子用，有啊，这个还有那么一口气还用得到钱啊，啊，乃至于就算有一口气，真的卧病在床的时候，还不见得用得到钱啊，纵然家财万贯，不见得自己就能自己，是不是？当然是所谓的功德，它倒是呢超越，不是只有我们这辈子的功德这辈子用啊，这功德还可以流转，下辈子再继续。可累积的是清楚的，是明白的啊，所以这个唤起我们自己的功德啊，当然是更怎样不嫌多啊，而且是生生世世的累积，多么好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赚的钱可以这辈子赚的钱，我下辈子再来用，还没这样子的状况，是不是啊？当一气不来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钱用得到用不到？用不到，但是我们是拼了命，对不对？拼了命去赚，虽然一气不来，用不到，我们还在拼命。那如果我们的功德是可以一直累积的话，我们不是应该更加拼命吗？哦，是可累积的，是可累积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看，一样是人，但是菩萨他所拥有的那个福报因缘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好几位大菩萨，他所接的人员有多少多广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呢，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例子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。啊，他们绝对不是这辈子才努力的，他们是数世劫以来就努力了。啊，这些广结善缘，可以，可以和这个。拥有很大的福报聚会资粮的，啊，真的，我们说，难道我们还会嫌我们的财富太多吗？功德太多吗？啊，其实这些呢，如果我们是清楚是明白的，这些都可累积；如果我们不清楚不明白呢，往往就被我们的无明所怎样蒙蔽。啊，它并不是不存在，而是怎样被卡掉，哎，让它发挥不起来。啊。被我们的无明所怎样障碍住了？好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的无明要怎样对治啊？就是还是要有智慧啊。所以我们说是透过智慧才能够穿透生死，而且也才能够唤起无边的智慧资粮，累积起来是可以累积的哈。这样累积其实还是靠智慧，还是靠智慧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所以就想到说，那么对这。对大部分哈、啊、心性很脆弱，而且有这种退却的心的人，以上这些这样子的一些想法、思想呢、啊，啊，一方面是自己要先能够接受，再方面接受之后才有机会发酵，是不是？才有机会有作用啊！啊，那更有作用的话呢，才有能力来怎样训练我们自己的心，让我们的自心怎样坚强起来。哦，很精进的来喝丹佛道，哦，而不要让我们的这种道心道业怎样退居下来才是啊。哦，所以会有三个困难，哪三个困难啊？哦，这个满果的困难啊，难行的困难，就是九土生死的困难。但是这三个困难是不是我们都一一的透过思考的方式？啊，来这个面对，啊，而且呢，我们还可以，积极这种无边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，啊，所以呢，要不断的来训练，啊，多训练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的内心能够怎样强化起来，乃至于我们自己还要要求自己怎样透过持戒而净化起来，才不会堕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净化我们的心，要强化我们的心。哦，那在这个学佛的基础上，不断的能够怎样往上提升，啊，但是如果往上提升，其实还是要有智慧的，还是要能够放下自我的执着，啊，对自己的信心不足的部分，其实也得放啊，还是得放哈。好，但是呢，这里也讲到说，不过呢，世间也有一些人哈，把成佛看成是非常的轻易的。以为是很简单的，啊，以为说啊，只要修习微小的功德就会成佛。
那这是错误的观念啊。啊，那这种会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呢会从可能会是因为怯弱懈怠当中，或者会因为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不知道成佛的那个确实很难，确实很难。嗯，对吧？就是需要生生世世的不断的累积。我们并不是说哎，凡夫到成佛啊，是很困难，是因为怎样需要时间空间的累积的困难，而不是说不可能成佛的困难，是可能的啊。就好像我常举例说，如果我们从不识字到拿博士，不是说不识字就不可能拿博士，而是需要时间来累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能很快速的想要达成啊。如果我们愿意付出时间，纵然不认识字，点点滴滴它还是可以去累积啊，对吧？它只要假以时日，照样是不是还是可能拿得到学位啊？这只是用世俗法来做比喻了啊。所以呢，其实要到成佛确实有它的困难度，但是点点滴滴还是怎样透过累积过来的啊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啊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搞不清楚这个过程，所发的愿力跟实际呢差距太遥远的时候，那当然就不可能达成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、很明白的。我们说，我们这各个专业领域里头，其实都有专业人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说，哎，隔行如隔山呐、啊。啊，在自己专业的领域里头，你是不是非常的清楚，就不容易怎样步入这个邪道，是不是？啊，都会比较走正常的方式。那这种正常的方式，是不是也都是透过自己要去下苦功夫啊，才能够在某一个行业里头有所成就啊？修行是不是更是一样啊？啊，而且它还超越了各任何的行业，是进行生命深度上面的这种用功啊。啊，这个是不管哪一个行业，这个都得要面对的事情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众生只要一旦被生出来，都要面对死亡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死亡不是一种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开始。那其实如何的很清楚的还能够去开展下一个开始，乃至于还生生世世不断的累积，那真的就要自己去怎样下功夫啊，就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啊。但是呢，也不要说从怯弱懈怠当中怎样半阵下来，就要有大圣的精进。那么刚才讲的这些，起码理论上面、思想上面的啊，先下功夫嘛，在意业上下功夫，就领导着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啊。啊，所以佛法非常重心的这个部分，意业的部分啊，思想是在引导着我们其他的部分。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啊，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度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对峙的。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也因为啊会有这种怯弱的障碍，所以呢在我们的科判表第30页这里也提到啊，会有异行方便道的出现啊。确实太过于怯弱，在思想上也不见得有机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对峙啊，因为要这样子的一个对峙，是不是要透过长期的听经闻法，也有相当的基础啊，我们才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纠正嘛。啊，但是呢，以广大的众生来讲，不见得有这个机会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么佛陀也一样啊，以佛法来讲的话，也还是广开方便之门嘛。啊，所以呢，用方便摄受。啊，所以在这一段的经这个寄送的文里面哈，确若下列者，需求欲行道，佛有甚方便？摄护于初心啊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对于怯弱下列者来讲的话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说他确实是这样的怯弱跟下列，那么他就会想说，是不是有比较简单的方式？啊，
比较属于预警道的方式。好，那么在这个解释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，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的不一样啊，那么在发心降道的这些众生当中啊，已经其实也算是有善根因缘，都还算是素质有修啊，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，还是累积了很多的善根因缘种子来讲的话啊，的所有的众生当中呢。那么有的是于什么菩萨恨啊，那么有的呢却跟菩萨法还是格格不相入的啊，那是根基的问题。那这也不能勉强佛陀会不会放弃他啊，不会，还是不放弃的 啊。那么也还有一些呢，想学佛想学菩萨而怎样不敢修啊，前面已经讲了不敢修的理由了，对不对啊。好，那么如果属于适合菩萨恨的根基来讲的话，那么佛陀呢当然未说无上道，直接说大乘佛法，乃至于说的是大乘不共法，对吧啊，就是根基够的话自然相应啊。但是呢如果还是跟菩萨的这种心性啊无法相应的话，那么是属于比较比劣怯弱的根性来说的话啊，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声闻法啊。那么这里有个比喻啊，在法华经啊有个虫子喻啊，这个所谓的虫子呢，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啊的一个大富翁，他回到故乡里头啊，他已经看到了富量的长者，但是他却怎样惊慌失措啊，吓得这个逃都来不及啊。那像这样的根基怎么办呢啊，在法华经里头有这样的比喻嘛，对吧啊，因为他这个大富翁的儿子呢早年失散掉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他，他就已经怎样流浪几十年，非常穷困潦倒啊，当他找到他的时候要带他回家，哇，是这样子的富豪的一个家庭，他不敢靠近，他也不相信这是他的事啊。哦，那这大富翁看到当然心里很难过啊，于是呢就说他就请他的家人陪着他啊，他想要挑粪，赶快叫人跟着他去做，叫他来做挑粪的工作，他倒是乐在其中啊，因为他已经穷惯了，一下子要他那么富豪他受不了，那个啊那个心量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啊，所以呢这个富翁他也只好慢慢的这样子来引导啊，先让他能够也进到这个家门里面来工作，然后再慢慢的透过他的工作能力去鼓励他，慢慢的升他升格啊啊，慢慢到怎样能够管仓库了啊，等到交给他钥匙的时候，哎，打开，哇，里面这么多的财富，但是这个都已经经过了一段时日的什么慢慢的培养啊，慢慢培养他的心量，慢慢培养他的眼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要比喻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啊，啊，我们的精神上的那种贫穷，就像穷子一般啊。啊，我们说这个不读华严，不知什么佛家之富啊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读华严这样子的大圣经典，其实。所谓的大圣经典真的都充满了什么佛法的那种富集啊，那这些是不是也等于说，虽然说我们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比劣的怯弱的啊，小心小量的，但是也可以透过佛法的引导，慢慢慢慢的展开我们的眼界，然后慢慢的能够怎样与大圣佛法来怎样相应啊，之后啊愿意怎样贺丹如来家业嘛，那么这个富翁才敢把他的家财万贯呢传承给这个穷子，就是经过这个时间空间的这种陶养调整啊，所以呢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不得不为他用种种的什么方便法门，所以像声闻缘觉法呢都还是属于方便法而已哦啊，属于心性比较怯弱，心量比较有限的话，那么还是可以透过声闻缘觉法呢，啊，让他有机会怎样解脱啊生死的这种束缚啊。
啊，这是第二种根性。第三呢，想修菩萨恨而不敢修的话，啊，那么也是什么属于怯弱的众生，啊，都是怎样缺乏自信心啊，啊，很生怕说啊会堕到小圣里头，或者沉沦在这种生死的苦海，啊，对于生死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理解实践是不够的，啊，那么这样子的众生来讲。甚至二圣方便都还不适用，只好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啊，特殊根基的人是不是要用特殊教育方式啊，哎呀只好用特殊教育啊，怎么样的特殊教育呢，啊那么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又很迅速的方便之道啊，所以呢但是呢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不是顺着菩萨的菩提愿恨的啊，因为求成佛道呢是绝无不修菩萨大恨的道理，能不能成佛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行菩萨道啊，对不对，我们用图解释是也是就是在解释啊，所谓的佛是不是要有好几层的那个基础啊才达得到啊，没有办法一步登天，也没办法去塑造空中楼阁啊，但是为了设道啊，某一些根基特别这种怯弱比劣的众生来说的话，那也不得不啊，设广开一些方便法门啊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易行道的出现啊，才会有易行道的出现嘛啊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这里就讲到说，佛有甚方便啊，摄护于初心啊。啊，这种属于需求简易迅速的方便道啊，虽然它缺乏属于大丈夫的这种智慧，但是呢佛他还是会有无量的善巧啊，特别的来说这种所谓的殊胜的方便法门啊，来摄受这些怯弱的这种初发心的人啊，因为怕他怎样退失信心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易行道法门啊，所以所谓的易行道法门呢都比较以什么信愿而入佛法的一流啊，所以这个一直要求的是简单迅速方便啊，往往都是怎样特别重信愿的啊，属于信愿型的人啊，属于比较以信愿为主的啊，而入佛法之一流啊啊，那但是呢老师这里也讲到哈，所谓易行道的真正的定义啊，它就有好几个好几点啊，第一个呢，易行道不但只是念一佛，而是应该要念什么十方佛啊，透过一佛的因缘，其实是不是要原想到尽十方遍法界无量无数的佛啊，啊虽然人家这个心性比较怯弱，是眼光比较有限，心量比较狭小，但是呢毕竟还是有善根因缘嘛啊，透过一佛而导入十方佛，这是不是等于说是在扩充啊，就像穷举嘛，对不对啊，你本来只能接受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也要设法让你怎样所见所闻怎样慢慢扩大啊，所以呢第一个哈，就是不是只有念一佛，而应该扩到十方佛啊，而且呢第二，易行道除了称佛菩萨名号以外，还要怎样呢，要纪念，还要去礼拜，还要以敬重来称赞啊，那透过敬重称赞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有机会深入法义呀，这不只是名号问题啊，还要礼佛拜佛啊，不是只有动口来念啊，这个从敬诵当中其实是意业上面的转化，由意业来带领着我们的什么身业跟口业啊。第三呢，所谓的易行道也不只是不单是称名礼拜而已哦，还应该要怎样，要忏悔，要劝喜，要随喜，还要能够回向啊，所以经常我们会被问说啊，我的父母生病了，我应该送什么经，要怎样回向，这是个经常我们的问题啊，说实在只有为父母不叫做回向
只有为自己的人不叫做回向。啊，我们说每一次完毕啊，这个法会的完毕啊，讲经说法完毕，是不是都还有回向地啊？啊，都会希望什么？这个，能够怎样？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同所到。这个尽虚空界的，不是只有眼前的人，不是只有为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缘起而能够扩充，啊，能够扩充。所以能不能扩充，就其实还是要有大众佛法的什么思想理念，还是要深入法义嘛。啊，所以透过回向，当他到回向，他还是要有前面的方便。什么样的方便呢？对自己世世劫以来好的这些种种造作的业力，属于恶业的部分，我们都要怎样？要忏悔。好，所以透过忏悔，就是我们先要首先要理解自己生命的流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呢，还要劝请啊，诸佛诸事啊，啊，能够随喜功德。任何人只要修了一点点的功德，我们都应该随喜的善待，啊，共享他的功德，而我们凡夫众生都是嫉妒心很重，不爱他荣，对不对？会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哦，开始回放，啊，那其实又造了很多恶业啊，啊，所以应该要去随喜的来善待，啊，乃至到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回向是尽虚空界的，不是只有为自己啊。啊，所以运行到它会是一个切入的点，但是透过切入这个点是应该要扩充的，啊，是要能够更深入的、更广泛的啊来思考，啊，不是那么才可能怎样放下自我的执着，那才能够广受诸佛菩萨的所有一切功德啊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阿弥陀佛。